我就是希望现在身边还拥有的人，爱我的，我爱的，他们都可以健康，就是健康快乐，就是这样。我是来自台湾传奇星娱乐的陈立农。我因为第一次参加选秀节目，然后有一些压力，然后出现了一些状况，让我觉得有点迷失。笑容啊，很像他以后会学过模仿，确实很想看。只要够努力，我相信他不会辜负。舞蹈组合的第二名，他是来自传奇新娱乐公司的陈立农先生。剧匆匆的留下感情。神色太慌张，你眼神逃避，却如此的令人着迷。为何总留恋这种暧昧的迷离？我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哦，我希望他们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寂寞去纠缠，几月份的长谈都三两句晚安，惹多情的遐想却轻易的走散，情意绵绵总遇见一丝间为难。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像老人，对，就是到了17岁、16岁之后，我就会开始希望身边的人健康、开心。嗯、对，可是这明明就是长辈在讲的。好好的休息一下吧，对，我会赚钱，我会养你们。几月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惹多情的遐想却轻易走散。不管你现在在哪里，我希望你一直在远处看着我，我会继续努力，然后牵着我的农堂们，我会跟他们一起走下去。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会更努力学习，和你们一起成长，我会一直让你们看到我的努力、进步和改变，期待我成为你心目中喜欢的那个骄傲。几月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惹多情的遐想。我觉得我现在工作已经有点崩溃。其实那时候他比较辛苦的一块是我没有多余的金钱可以去栽培他的第二专场，甚至去往他的兴趣方面去走，我没有这个能力。那呢，所以那个时候他必须比别人更努力。
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的说透，好喜欢你直播知道。